焦太郎，你们身后那个就是你们叫的神秘人吗？你别管，今天下午5点你就知道了。现在还没开打，立刻缴械投降，向我们所有人道歉。我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。就你们这群老东西，叫谁都没用，待会儿5点直接就给你们打趴下。那就是没什么好聊的喽，5点直接干。